Hello，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装这台卡林王者 IS。那如果你买了卡林王者，在那个 Benny 的那个官网上的话，你买下来，然后开过来这边，你还要再花79万5千块去改装一个全新的卡林王者，叫做王者 IS，那它才会出现这个新的东西可以改装哦。那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。就是，这是王者 IS。OK，然后护具的部分改装版是3万块，防御升级到100%，刹车我用赛车级的7000块，保险杆有分前后，那前保险杆就有这么多可以选，原厂的保险杆长这样，客制化的。经典 RS 贴满满，保险杆就很多涂装，然后甩尾型，然后 GT 保险杆，街头风，霹雳保险杆，其实我看不太出来它的差别啦，就是可以选一下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希望循环保险杆，还有客制化。定风翼和前翼，还有甩尾型 RS 保险杆及前翼，听起来蛮厉害的，不晓得性能怎么样。还有 RS 进阶保险杆，还有街头风霹雳保险杆，扩充型的，然后通风式 GT 保险杆扩充。扩充不知道可以装什么东西，还是它其实只是外观不同而已。好，OK，光这么多就前保险杆的部分了，我们就选一个接头的吧。那后保险杆有分原厂长这样，经典 RS 后保险杆，然后甩尾型 RS 后保险杆。然后精简型后保险杆，尊爵型，然后 RS 进阶后保险杆，哦，不太一样哦。然后 GT 后保险杆，街头风霹雳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还有没有？我就改这个好了，通风式。GT 后保险杆，OK，啊，底盘有大灯装饰，大灯装饰有客制化，看起来就像多个罩而已啊。碳纤车头，基本款大灯通风口，哦，它好像有新增一些新的东西，我之前改装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。然后主色调彩色大灯罩，副色调彩色大灯罩，碳纤大灯罩。我选这个好了，基本款。那雾灯有拉力用雾灯，多4个灯，然后碳纤拉力用雾灯，就是前面的部分用碳纤的感觉。看得出来吗？用一条一条的。好啦，就用这个一万五的。那车顶通气孔，它有原厂是没有的。然后车顶通风口，碳纤通风口，就改啦。门彩绘导风板，碳纤导风板。车窗安全网，它应该是避免我飞出去吧。来个车窗安全网好了，哈哈。防滚架，它有分街头防滚架，然后冲撞保护防滚架，然后含电衬电冲撞保护防滚架。然后全面防滚架，有什么差吗？
那我就改到蛮好的。好，那引擎的部分，引擎机体，哦，主色调、副色调、抛光、碳纤，来个碳纤好了。哇，好帅哦！然后正时皮带罩，哇，又是一堆东西，超多的。这个钱花去至少100多万吧。主色调正时皮带，而前面这个红色的地方可以罩起来啊。那我分不同颜色。哦，我觉得齿轮外露比较好看哎，来个红色好了。那引擎式拉杆，哇，又是前面的，这是什么？抛光碳纤中型抛光，什么差吗？比较厚一点。哇，钛金的，钛金引擎，三角宽型钛金，然后大型抛光，贴满满，哦，抛光双杆引擎式，哇，好多哦，极致军工。抛光赛车没了，光这个改装就改好多东西哦。来一个这个吧，贴满满，贴满满还蛮帅气的。引擎调校最好是6700。排气管有分原厂，然后直式侧排气管，然后斜式侧边排气管，然后短式双侧边排气管，还有直式大支老，哇，大支老，大支老，哎，两边都有吗？大支老就一边而已。那它这个直式有两边吧？没有，它只有一边。它排气管只有一边而已。来个大智老好了。挡泥板的部分有原厂是长这样，然后副色调钴轮，副色调轮毂，碳纤轮毂，然后主色调副色调碳纤，然后宽体好丑哦，有啦，是有比较宽呐。好啦，改一下好了，3300而已。那水箱护罩，怪兽级什么差吗？好啦，居然是怪兽级，就给他买了吧，3000块而已啊。引擎盖原厂长这样哦，双通风式，碳纤通风，碳纤进气，碳纤双通风，贴满满，然后凸起，通风式引擎，进气式引擎，哦，高调炫耀引擎，哈哈，来个高调炫耀引擎好了。喇叭就有这么多，它还有万圣节的。好，不改引擎，不改喇叭。然后内装的部分有装潢、装潢设计、遮阳隔热纸，哈哈，多这一块而已。装饰有黑色接头娃娃，我们倒着看啊，因为它好像有多新的玩具。哦，好多哦，来改个狼人好了。
仪表板有接头封内装，哦，半卸除内装，加速用的嘛。然后赛车仪表板及卸除内装，哇，碳纤仪表板，然后植绒仪表板，皮革感觉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碳纤的，那就选碳纤吧，34,770块，哇！然后仪表，原厂仪表长这样哦，然后分离式，再多个一个，多两颗，然后整合就变是中间那个变出来了，分离式，转速表与手套箱。测量仪，然后整合转速，巴拉巴拉，反正就再看一下它有什么差别好了。那其实我觉得功能应该都差不多啊，外形不同而已。选个这个好了，分离式的。那门的部分有碳纤门、铝合金、碳纤门、主色调门、副色调门、赛车门，然后赛车碳纤三次赛车门，我选个碳纤门板就好了吧，因为它其实看起来都不怎么好看。OK，那座椅的部分有跑车座椅。然后喷车跑车座椅、碳纤跑车座椅、高级合金碳纤跑车座椅，我来选个几个样式好了。哇，多到爆！选最贵的啦，19,000。方向盘有。我也是一堆呢。居然这么专业，就买最好的啊！内装灯颜色。不晓得有没有蓝色？哦，水手蓝也可以啦。车灯、大灯、改、套件，全满3万块钱。霓虹灯的话，随便选个颜色，等下再来改。哦，涂装，重头戏来了。黑色经典条纹，看不太出来，应该是我的颜色太深了吧？我再选另外一个，黑色 RS 渐变条纹，白色 RS，蓝色力量，街头甩尾，红木赛车。卡林赛车，机械公主泡泡糖，它这个红黑是比较好配色啦，那这个就是比较花俏可爱这样子。好，这个车顶的部分有原厂长这样哦，然后车顶。导流板，然后涡轮产生器，碳纤车顶，碳纤与车顶导流板，然后碳纤与涡轮涡流产生器，加这个好了，整体上看起来比较协调。
侧裙的部分有黑色橡胶挡泥板的后面，它就颜色不同而已啊。那这个好了，导流板有这么多，就选一个吧。这个是有涂装的，这个是大型有涂装的，中型。短唇，短唇是什么？翘起来一点点。哦，这是加长型的，双接鸭尾型，降阻，改装车导流板。哦，碳纤经典。RS 尾型，拉力用规格 RS 尾型，哇，也太多了吧！这个有钱真的是需要买一台来玩玩看。哦，路面袭击尾翼，啊，选这个好了，炫调系统。竞速级的变速箱，跑车版变速箱，那涡轮满，车轮车窗就我先改轮胎款式，强化胎，烧胎烟雾用蓝色，车窗。淡色，好，先这样喽。哇，那个狼人眼睛会亮哎！然后我仪表板的灯好像太暗了，看不太到数字。它应该可以加速，我看看哦。不行。好喽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有喜欢。我改装什么样的车子的话呢？欢迎下方留言给我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